都走了。小嘉宾，蹦我也不会叫，那这样 我很尴尬，我也不会啊，我不要蹦。我以前就这样，爱是昏睡一片。没有讲三个字哦，我是多休息啊。所以你讲完这个你要不能录。神奇不息的交集，耳朵酸痛收集。我显灵的第一句话说。好，我帮你报仇，谁选的？妈妈选。妈妈骂完陈长顺，你就转过来骂妈妈。哎、欸，阿公，你想骂？妈妈今天不是故意，你原谅我。这张其实是我的定妆照，就是完全还没有角色设定啊，然后也没有化什么妆，然后头发就软了。我今天发出狂暴吼出，变成低沉声音说：好奖品。我看一下照片。妈，你有什么选张照片？然后，来，你给你丢。很奇怪，给你。今天早上，我有那个。今天，你怎么到这边吃饭？确定我要这样。我跟你讲哦，这不是你生囡仔鱼的时阵哦，还所在哦。我贴你。你搞奖品。上铺，先上铺，来。你搞奖品。有很多页，要真的这么低层？要低吼！你搞我奖品！你要变恶鬼啊！你搞我奖品！我是唔惊鬼神哦，因为我想得清楚，人的心比鬼搁较恐怖。恁即摆每一个人都为着要搞恁家己，要让恁家己心内较好过，恁即个聊啊，就想要聊啊，再做替死鬼，想要搞罗安杰、甲王文金的意外，这侪侪拢拢扫我，所以我应该惊的、防的是恁，并不是罗安杰这原始的鬼。怎么回事？你快点去暗示他们。他们呢？我还没叫。暗光光。人家相信这四十八鬼啊话，我看你，你嘛爱看伊，好，你先看啦。哈哈哈！哈哈哈！啊！你我们堂哥用超前赛。因为这个还没有到。是要走去，半夜几点还在说话，但不这样子，我们大家都快睡着了。好啊，赶紧给我告出来，王文金家里是卖戏北戏呀，我嘛昨天无命通话，我讲文金家用性命守护物件，关系到用心是毋是会当度过这届危机，阮爸是毋是会当重新振作起来？尤其是你，一切为火山族派性多天的人，一点一滴都废台，我昨天为感激交予你，都要我死。讲完了。演戏啊？那要蹦吗？不蹦，不用。哈，得力气。你要蹦，我也不会叫。那这样我很尴尬。我也不会啊。那我要蹦。不够。对，没有留下。他太强了。所以他蹦一下。我以前就这样。你已经把它擦掉也蛮奇怪，你说这个情绪，那你看这，快太上了，大家精神要来，因为已经快不行。应该很佩服这些演员吧，现在已经快早上了，但他还可以什么表情什么台词都要记在脑袋里面，但已经昏睡一片。陈念，你平啊，干平啊，弄老会啊。OS， 我一定要继续
就算再怎么不舒服，我也要忍。就算流到只剩一滴血，我也一定要讲出所有的真相。哈哈哈哈哈！所以这个我们都要反应啊。我没有讲三个字哦，我是不会流血，所以你讲完这个你要不能录，你脸都红了。你要拿枪，你要录他讲。我刚刚都有听到。从这里的时候，说前面听到恐怖。我是说真的人心绞痛心肌梗塞的时候一定会这样都来不及我就跟你说我们肌肉不像我们打人的时候你有没有看人家打到杨梅打下去都会干掉我们都是不能干掉所以都会干几笔你知道吗在打人就打就早上七点你叫我叫什么姐你刚睡很饱哦没有睡啊都在看你们在讲你们在讲到跟你们最后的时候 Ready Go神奇不息的交集耳朵三头手机七七七七七七你够开工你看我给钱心中跟我的心都没关系跟我关系五四三二五四三二你要叮你回来哦，叫你来，你要帮我说起来。对，我一下。你只要吐出来，不要吐到我明哥，任何人都不要吐到。你没蹲，你还没蹲，突然先不好意思，对，对，我会，我这边会自由 OS。然后为什么你就讲成糖对我就开始我先。五个，快，快，嘿，五个火个流程，再做一次流程。嗯，好，五、四、三、二。你死静静当天我听下伊，我敢问。你讲，你讲，你敢一直笑我？但都是，你讲无证据证明你是凶手，今麦敢不需要证据啊？案件已经转来成通名了。